近期发行全新单曲，为了宣传这次新歌《好人缘》，他还特别邀来许多演艺圈好友一起拍摄跟着跳舞的影片，瞬间在网上引起超高讨论度。其中一支影片，他找来了之前演出经典偶像剧的张栋梁与王心凌一起参与影片拍摄，同框画面曝光后，让粉丝纷纷直呼好怀念。三人也在影片中不顾形象，直接跳到忘我，让场面一度相当失控，直接笑翻不少网友。同时，另一组影片中，他则找来张韶涵一起跳舞，甚至跳到一半，张韶涵还把发圈给弄掉，可说是超级敬业，也让网友不禁赞叹吴克群的超强人脉啊。